举一些小个脸，咦，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咦，天降宝箱，我的内心毫无波澜，肯定开不出好东西来。什么？这是极品时装哎，这样也行？哎，职位都比我高，看来今天事情无望了。什么？皇上选我接管侍寝？不应该啊。我这么做肯定没人发现，哈哈，晋升贵妃指日可待。不要啊，皇帝哥哥。